哎呦，哇，这个球还漏掉。哇，这个不易啊，也让三垒上的马多纳杜呢回来再添一分。现在重越反而超前了。哇，在比赛一开始啊，感觉何库的真的各方面的压力啊都是比较大的。这样对何库就非常的不利了。嗯。这球啊，最后往内一拐哦，捕手并没有办法掌握到。